个阵仗，这个来头不小啊，不只是来头不小，整个头都不小啊。我们恭喜腰果小学入围，恭喜你们！哇，台湾的本土原创动画 IP 真的不容易哦，要能够让国际看到真的很厉害。想问一下林琼芬制作人哦，一个台湾的动画 IP 要被世界所看到，关键秘诀在哪里呢？关键秘诀就是大家一起合作，然后就可以把台湾的 IP 给带出去。我们加油！哇，大家一起合作，大家团结，大家才有饭吃。恭喜你们入围，水果奶奶哦，我们记得请水果奶奶帮大家祈福啦哦。等一下回去庆功宴，请他们做一道啊、哦。谢谢，恭喜腰果小学，谢谢。这部作品是公视历时两年半，集结台湾优秀的动画作品，精心制作的台湾原创动画，并融合了本土 IP 水果奶奶，共同打造出真正属于台湾孩童的文化记忆。跟大家挥挥手吧。